大半夜民众开着车，突然眼前这一幕让他差点吓破胆。就过吗？一名裸着上身的男子举着手摇摇晃晃朝车子走来，天色黑加上男子动作，根据民众形容，一度让他以为真的遇到电影里的丧尸。第一次眼看男子就快碰到车身，民众正吓到不知该怎么办，男子突然被拉住，原来后方一名女子拉住男子裤裆死命往后拉，民众才刚松口气。突然男子又发动第二波攻势，这回以跑百米的姿势冲到车前，接着伸出拳头对着车头猛挥，后方女子再度连拖带拉，然而已经跌落地面，男子依旧挣扎想要起身追，民众眼看有机会立刻倒车，接着油门一踩迅速离开现场。你如果开车半路遇到这个会不会吓到？当然会啊，他冲过来的时候有啊。有像什么？有啊，丧尸。能闪尽量闪，就尽量闪。对，惊悚遭遇，民众越想越毛，连忙向最近派出所求救。警方获报赶到现场了解，这才明白民众遇到的其实是醉汉。该名男子啊，因不明原因哈，行驶失控啊，跑到那个住家附近的马路上啊吼叫。然而再看看这样的画面，大半夜四下无人，加上若看过丧尸电影，这样的奇遇恐怕短期间内都是驾驶挥不掉的梦魇。记者廖威林、严靖宇，花莲报道。